血神将战云起，战血天道聚集收藏盒，霸气降临。原价209元，只要在5月29日到7月23日购买战血天道聚集光碟第3到第6集，就可享加购价189元。机会难得，千万不要错过哦！放牙轰轰，妖魂族有熊熊秀，怀古不熊杀鸡，不熊万岁，天地乃复数，天木岂有轰猛？都说你不勇敢侠，天意！你说这是外道的，我让也好笑，一会参加天元轮回。为谁不辱家心？你我参加天元轮回，根本无需要杀神。既然这样，今日就将天元轮回人选定了吧。哪有这口剑啊？父亲突然上来。上完人就离开了，这是一口好剑，阿叔吼，一定是花费不少的苦心才找到的吧？知影伊叫什么名吗？伊叫簪花。老夫一生就爱渡改，这是他妈小把戏！一匹小人破招，请属下指教。哦，还你好志气，千金笑，卖太嘛。我又不强迫，别怕，不爱怕，江多的呀，自己决定。你知影爹亲为何传我随心不要？三不明风由你传承，理所当然。随心不要，意在稳中，这是爹亲对我的期望，所以阿叔好，一定冇嘢容易。如何神虎天，应都领千秋。阿魂，你也有愚钝的时阵啊！真正是，哇，你敢？啊！